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，彼得，彼得猪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B102 正版跟盗版的差别。那这是它的外包装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小呢，就差了将近快两倍了。那正版的包装一定会有 Takatomi， 盗版的不会有，所以只要认证这个标签就对了。那它的上盖有哪些位置不一样呢？首先是眼睛，我们的眼睛会出现在这个下面比较长方形的这一面，那另外一边是尖尖的。那盗版的呢，它是会出现在尖尖的这里，眼睛的部分出现在这边，那长方形这边就没有了。这是眼睛的部分位置颠倒。再来是颜色，我们正版的黑色是属于灰黑透明，那盗版的是属于透明黑，就是黑而已。那正版的会带有一点灰灰的感觉。那旁边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黑色部分是有亮粉的，那盗版的是没有。那透明件的部分有哪些不一样呢？首先是它的菱形部位，菱形这边，这边有菱形，两个菱形。那盗版你可以看到它的菱形呢很小，小，然后正版的菱形呢就很大，一二三四，我们可以去用这个来分辨菱形，透明菱形，盗版的就是小啊。背面的话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看这个，你可以看到我们正面的光滑亮丽，盗版的有两个点点。那再来是旁边这里呢，正版的也是 一路畅通，没有阻碍。那盗版的呢，也有山坡，也有那个石头，这边都有。那再来是徽章的部分呢，我们的徽章这边都会有一个英文字搭配数字。那盗版的呢，它是只有数字而已，没有英文字。再来是螺丝，正版的就是我们的 Y 字螺丝。盗版的就是我们的十字螺丝，这个很好分辨吧。那再来是它的模具编号，正版的会在这边，盗版的都没有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可以看，我们也可以靠模具编号来分辨。那这就是上盖的不同处咯。双子天房呢，它可以切换模式。何谓切换模式呢？就是把这个卡鼠往内，这边也往内，然后就可以转转一转，舔一舔，沾点牛奶更好喝。那这个卡榫记得帮它扣好，它就会固定住了，没办法转。那它有两种模式，这个是往右回旋嘛，它是右回旋，所以是上升模式，就是升龙犬。那切换另外一个模式呢，就是转变成下压模式，把敌人往下压下去，这边压下去，那是我侄子的声音，他在那边玩。好，那盗版的可以吗？我们来切换看看吧。右手，然后转，哇，好紧哦，一点都不顺啊。那再来卡榫卡住 ，OK。所以盗版的也是可以切换啊。轴心可以拔吗？转，轴心就是用力挤出来 ，OK， 它的轴心就是这样子，也是可以拔的。那接下来就是铁咯，三铁，哇，这次三铁是无字天书啊，完全没有给你耶，我帮他磕一下，三，好，我也靠不到，三铁，那这次很好分辨吧，完全不用怕拿到盗版的，因为它没有写三，哈哈。再来背面的话一样。对了，你如果不知道家里的是正版还是盗版的话，请看星星来分辨。比较起来的话，正版的一定是大颗的，那小颗的就是盗版的。颜色的话，你也可以靠颜色来分辨啊，就是反正正版的就会慢慢的氧化。那这是新的铁，所以看起来很像盗版的。可是久了之后，它就慢慢的变黑了。那盗版的就是防腐剂哈，用惯的啦，不会变就对了。
再来是我们的环 ，H 环。那环的部分呢，正版的有点雾雾的，盗版的是完全做透明件。哦，我们怎么分辨呢？可以看这个模具编号，英文字加数字，那这是 H 铁的标记。那盗版的呢？它，它写 G 环哦，那就很好分辨了、啊，不用怕。然后它会有模具编号，也只有写数字而已，不会像正版的一样，就是英文字搭配数字。这就是环的分辨。翻过来，哇，透明到我真的看不清楚了。那雾面的就是有它的好处啦，至少纹路很漂亮，可以看得清楚它的纹路造型。那太透明的话，完全看不出来。好，这是环的部分。那再来是我们的轴心部分呢，就是 GD 对我们的 RB。那 GD 的话，也就是我们的 UL 轴。GD 轴是2000块 ，UL 轴是200块啦。所以还是可以用名字来做分辨。那造型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只是颜色不一样，但是紧实度呢听说有差啦。那这个盗版的 RB 呢我们就不用比了吧。对了，那这一个是我们双子天阀的另外一个颜色，它是扭蛋系列7的铅网、哦、它是做这个颜色的，它不是盗版的哦，是正版的哦。好，它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来装一下它的紧实度吧。哎咻哎咻，很好装，好顺哦。来来，哦，好紧。OK， 接下来是我们的盗版，卡卡币，卡到哦，哦，好紧哦。哎呀，装起来好闷哦，声音就很闷啊，朋友们，闷啊。哦，朋友们，孙啊。好响啊、所以这是正版跟盗版的差异啊。再来我们就来对答吧。这个是正版的，我帮他换上钢铁徽章来分辨。321战斗、哎呀，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321战斗、哎呦，啊下爆裂爆裂，不是你爆啦，正版的啊呵，欺负我们正版的，你惨了。来吧，召唤神龙，神龙，神龙，请来帮帮我。谁叫我啊？是你啊，来吧 Go 321战斗，吓死我了。爆裂爆裂再爆裂，接下来是我们的超级彼得猪，321战斗，呵呵，来来给你撞，用力撞，哇哦，撞得好开心啊，还是一个字，爽。哇，今天打得真是开心啊。哎，大哥，看你们打得好开心啊，我也可以掺一脚吗？好啊，来。你们有问过我的感受吗？321战斗开始！哎呀！啊？仙女散花，散尿尿。啊！好吧。接下来我要使用二哥借我的力量。321战斗开始！哎呀，女神下来，我保证不会打爆你，来，保证打爆你，真的好好玩哦！这次的正版盗版双子天阀，你会分辨的吗？好，你可以滚了，记得支持正版的哦，再见。